不要让杰森·马耶兹阳光的外形欺骗了你，他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阴暗的人，而这些阴暗也融进了他的作品了，只不过这些作品没有进入公众的视线。这位凭借金曲《我是属于你的》以及《爱情解药》风靡全球的歌手表示，自己录了大量阴暗系的歌曲在电脑里，他说自己选择不将这些歌曲公诸于世，因为悲伤不值得分享。关于那些生机勃勃的创作，杰森·马耶兹表示，灵感来源自最开始的压抑和悲伤。Because I have to get a lot out of me first before I can get to that place of understanding to where I can choose to celebrate life. And it's those celebration songs that end up on the album.这位33岁的年轻人说，他很想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，但是仍在寻找一个正确的渠道。I'd rather uplift and inspire, and you can also do that in darker tones, and I do, but it's also I have to just carefully place those, and I feel the fewer the better. 他的新专辑《爱是一个四字单词》里可以发现一些黑暗的踪迹。我不会放弃，作为单曲冲进了公告榜前10。这首歌表达了他近期的爆发。这张新专辑是杰森·马耶兹的第4张专辑，之前一张是令他获奖无数的《我们唱歌跳舞投东西》。